敢独闯少林的十大高手，归海一刀上榜垫底，丁春秋血洗少林，鸠摩智虐遍少林。第十，归海一刀。阿弥陀佛，施主硬闯山门，与理不合，请回吧。第九，意气风。第八，张三李四。第七，任我行。丁春秋，我就把你的骨头化掉。真是功德无量，刮风下雨就不怕风吃了。我就成全你。哎，第五，火云邪神。休伤人命呀！我懂山河。五场交际，你竟然出横手，这未免太卑鄙了吧！你是在杀人，不是在交际。第四，黄药师。
第三，鸠摩智。伏虎拳，般若金刚掌，承让，承让。听闻达摩院首座玄通大师的拈花指法出神入化，今天小僧得以一见，真是大开眼界。看来达摩院首座也不堪一击。第二，乔峰。第一，张无忌。少林寺已无大将之才，以小僧之见，少林寺最好从此解散，各位高僧就投靠其他寺院，各奔前程吧。